人家喜欢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好，拜拜。看出来了，好好哦，电脑这么贵。好什么好啊？天宇，你是不是喜欢星星啊？你干嘛突然这样问啊？哎，结果就是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那个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华视频道，因为你如此耀眼。